相中好啊。你是不是要给我做裁判？看你这个没有没有，只有这么点，只有五个问题而已。先来个开头吧，龙争虎斗，彼岸花。祥总给你一个家，祝祥总顺风顺水，顺财神。镜头在那，镜头在那。啊，就在那。对，有权有势，有前程。想问一下，祥总平时有抠脚吗？我操，你这问题好刁钻。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是粉丝的提问。啊，是吗？对。我操，你有抠脚吗？你犹豫了，这个问题可以直接跳过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那滑板你有偷过 line 吗？有吧。偷过谁的？忘了。就看到谁做的线挺好，但我不会把他的动作完全学过来，可能就把我的动作换上去而已。可以，非常不错。那你吃饭的时候看什么电视，刷什么视频？我会看我的车的改装件。我喜欢看那个，哎呀，忘那个，哎，保时捷，没有没有，我的马自达 MX 五 ，NC， MX 五 ，MX 五，嗯，马自达，对，哇，我也瞎猜的，我也不知道是马自达，你坐马自达，怪不得你塞车。平时有没有用减震鞋垫呢？Footprint 那当然算 ，Footprint 就是减震鞋垫。上一双鞋用的 Footprint。那你学的最慢的一个招是什么招 ？Half it。Half it。对，就我很早以前就会去试着去做，然后去年才成的。去年他的 Half it 拿下了那个最高分的 Best Trick 啊，最高分的 Best Trick。那会儿刚学会。刚学会，他下了一个大八层，我还把他录到了。落地的时候非常激动。今天怎么没有戴帽子？忘了戴了，帽子洗了就忘了戴了。但我觉得今天发型我挺满意的。才剪呢，领导要求我赶紧去剪头去。还有一个是你经常劈大楼梯嘛？那下楼滞空的过程中，你都在想什么？我操！就我空中肯定想的是怎么落地，但起跳之前有时候就想，我操，我这个脚位是不是没有摆好？脚位没有拍好啊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然后就很容易想多就容易失误。OK， 好，谢谢祥总，那不耽误你训练了。龙争虎斗彼岸花。对，这个视频会在滑板之王抖音号还有圈圈号发。现在。